《冰骑士》即将上线四款全新皮肤，其中包含幻影战神头平替款。众所周知，十八号零点和《冰骑士》将迎来一年一次超级大返场，届时我也会同步开播。值得一提是，除了历届皮肤都有返场之外，此次还有四款全新直售款，全套装银沙海潮，衣服整体色调是荧光白色，头发可以自己搭配。另外还有一个黑白条纹口罩单品，有点意思。然后是套装冬玉恋人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十分清爽，高领露肩露脐的简约设计，外加玉紫色和淡黄色双拼颜色，鞋子可以自己单拆，头发居然也可以拆分。这次的皮肤设计师看起来很懂啊，当然更加炸裂的必然是一套嘻哈节奏。如果说幻影战神脏辫是 1.0 版本，那么嘻哈节奏这个脏辫绝对是 2.0 版本，搭配各种身法符合效果，整体契合度极高，关键这衣服也帅啊。最后一套是午夜魔术，这一套相对来说就没啥亮点了，应该纯粹是陪跑的。最后上述套装并不会在游戏中返场，18号准时在和平集市上线，记得互相转告。